同埋望下呢度有咩特別嘅生態現象啦？呢度係西貢新塘潭路側邊啲一啲路旁嘅植物，咁見到呢個啦，冚到冚曬一棵植物，係嘛？咁你細心啲望，有兩種葉嘅呢種植物，望落好似咁嗱，呢度係咪啲覆葉喺度啊？覆葉嚟嘅，咁上面啲新型葉啊，爆緊花嘅啦就嚟。咁原來呢個係微金菊冚住嗰個銀合歡嘅現象嚟嘅喎。 微金菊係寄生生物定係其他嘅生物嚟嘅咧？咁好多人誤解佢啦，微金菊冚住嗰棵植物啦，咁梗係攞佢着數啦，吸嗰啲養分唔通？咁啊唔係喎，綠色嘅喎，即係綠色其實係光合作用嘅植物嚟嘅喎，係嘛？咁所以佢自制食物嘅光合作用，佢從冇喺下邊咧吸嗰個銀合歡嘅養分嘅，見唔見到啊？嗱，佢只係當佢一個咧，好似一隻怪象咁啊！ 一路爬上去，一路爬上去，見唔見到啊？咁就自己本身咧，嗰個微金菊咧就好軟嘅，嗰啲坑部好軟嘅。咁啊點爭取高度去吸取多啲陽光咧？咁唯有就翹住下邊嗰棵宿主嘅樹啦，硬咁啊棵樹樹幹，係嘛？咁就佢唔係寄生，咁呢個競爭。不過微金菊競爭優勢明顯好好多啦，因為佢冚住晒成棵下邊宿主植物。啊，咁啊呢個澄清翻一個生態現象啊！ 微金菊本身咧唔係寄生啊，佢只係競爭同下邊棵植物個競爭者嚟啫。但係佢好多時都贏嘅，冚住上邊。咁你見得到咧，一路拉開佢啦。咁只係高嘅硬身嘅植物咧，佢就會爬上去。你見到啊，由嗰邊開始啦，無差別咁樣啦，一路冚上去嘅。咁寄生咧，往往就係有個 specific relationship 嘅，即係佢host本身咧就係專注咁，但係微金菊唔係啊，有嘢電燈柱都好啦，佢都照爬上去嘅。咁所以記住啊，即係呢啲係競爭者嚟嘅，同下邊嗰個宿主植物就唔係咩寄生生物啊，你一冚到冚曬嘅，我估下邊嗰個銀合歡就嚟垮噶啦，明白？